保上旗杆这一下有点受伤了，落地的时候好，比赛开始，保上旗好球，利用哈拉迪做轴，这保上旗都出来，还是跟哈拉迪站一侧，手递手，漂亮，真高啊，保上旗弹速也快，蹭的一下窜起来，背后运球冲起来，漂亮。保上旗最近的几场比赛啊，是屡屡有精彩的表现啊。浙江队注册名单平均年龄不到22岁，外线或打板三分，有点运气。这是黄荣奇吗？是刚刚与球队会合，具体能磨合到一个什么程度呢？很难说。比如说这次，其实两个人防守交代就没交代清楚。多记住的还是他的突破，他的速度、爆发力、身体素。球衔接不好，哎，恩瓦库简单的传球失误，保上旗好转身啊，天比较多啊，所以这个球威姆斯感觉防的，你看也没伸手，赢了。那浙江还是占主动，他们只要两场比赛保持全胜啊，相比较于上海，这个互相之间的算小分。好球，漂亮的假动作，接进来，漂亮。保上旗每次上篮啊，感觉手都得狠狠的拍一下篮。保上旗划框而过，跳步再冲篮筐，哇，两次，运气有点差，基于火力支持，要不然这个比赛呀、啊，就是不光四川打着困难，我们看着也觉得很难受。好球，陈晓东啊，说是迟那是快。王琦好球，脚踩风火轮，三分不中。王琦快，我就想扣，年轻人真是有想法。王琦刚这一下有点受伤了，落地的时候单脚打了。118-93，中银行在客场取得了一场大胜，这也是他们计划之内的一场胜利。这样呢，还是继续保持着季后赛悬念。